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聪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 Pavilion Bukit Jalil 啊，来看那个什么梵谷啊的艺术展啊。好 ，OK， 我现在就在它入口了，它后面是它的其中一幅名画了啊。OK， 我现在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哈。这个门票呢，我是买 Early Bird 45块，平时买好像是75块啊。OK，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免费。太阳花全部，这是它入口啊。OK， 等下我再走去前面给你们看，这是里面画展的开关。这是他们现场作画。这就是他最出名的画《Starry Night》，他的场景就是这样。啊，你们在玩什么啊？啊，在玩什么？画，叫我画。没有，他等他开始新的，还有一只空的。这梵谷啊，对夜空啊，有很多的绘画。里面还有一个投影的设备。
是那个展览厅隔壁的另外一个部分啊，来看梵谷讲话。来这个。这个艺术展啊，终于告一段落了哈、啊，我已经走到出口了，好 ，OK， 韩奖，拜拜，拜拜。